仔细看哦，我只表演一次。书上坐，帮忙拉一下纸，来。你下次真的老师在位置上，你会弄到老师的墨汁。真的老师在位置上，看得到老师手势。你自己呢？表演雪，哇，好美，很美哈。画到你的衣服了。没关系，我这件已经花很多了。在哪里？老师，今天的草字呀，草书呀，你看，你要跟老师写上，你就是要像老师做的那么端正，跟手到哪次，你都没有端正。你看老师是不是都很端？对，要做正，不然你都一直弯下去。然后邓博宇最后一个这个。嗯，一定，他邓博宇最后一个，不是，他是谁最后一个？他是因为他翻倒了。哦，不小心，然后帮忙拉过去，怎么帮过呢？墨汁啊，墨汁好了，嗯，哦，你为谁？这老师没仔细，没解释的话，真的不知道。还是什么东西呀？啊？你草书。老师，你这个点的什么意思？点三点。老师等一下会解释。他们的意思。你不要动到老师，老师在。我要先走。那老师，那是笔好像。看看我。老师的笔都比较好，再拉再拉。老师，嗯，我刚墨汁直接打翻你。我知道啊。你真的很骄傲哎，那你还翻脚？用跑的。你是觉得这个不难吗？不难，哇，那个去了会被腰。过来一下，回去了会开始腰杆痛了。谢谢。功课好，来，我讲释，来，好，来，这个叫做诸上座，诸上座，为父只要弄纯嘴，为父执着什么？执着理，这是黄庭坚的字，黄庭坚的狂草。然后他这个在写五代十国有一个和尚，他写了一个叫诸上座这样的一篇诗文，然后黄庭坚就把它写下来。那我在研究这么久，认为黄庭坚最好的草书就是这一篇。那有其他的教授是认为李白忆旧游那一篇，可是我还是认为哦，这一篇是。那个黄庭坚最好的，他写下来真的是行云流水。对啊，真的。哦，这个给你回家练练。哦，谢谢。我要很高兴。